我是贝尔小浪，我的飞机意外失事坠入大海，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，我要在这片海域生存下去。这什么情况？我好像听到蛇的滋滋声，有蛇出现了，就在我的附近，它在哪儿？先是晚上11:30，我听到了蛇的声音，就在营地附近。这边也安全，呼，危险解除。不过我还得小心些，这几个火把就放在营地周围，这样一来，一些怕火的动物就不敢靠近了。这枯燥岛太危险了，半夜三更都让我提心吊胆，还被毒蛇咬了两口，希望我没有中毒。我需要继续休息了，只有养精蓄锐好，才能应对每一次的危机。晚安了，我相信明天会更好的。